能就是我们全家可能就住在一个比亚房还要大一点点的房子，然后就是都固定在那个房子一起生活啊，一起睡在同一个地方等等之类的。医院的院聘服务员，然后在开学嘛，然后除了跟朋友借钱之外，还是会去做兼职的一些等等工作。真的谢谢你们可以帮助我们减轻我们家中许许多多的负担，然后让妈妈可以不用那么的辛苦，然后我们也会期许自己以你们为目标，然后向你们学习，去帮在未来有能力的时候呢，去帮助许多需要帮助的人，也减轻不少的就是压力，那也让我们就是可以缴那些学费，就是很感谢你们。帮助到我很多，最起码就是自己本身以我自己的薪资来计算，如果是说没有这笔经费的话，然后我就觉得是说我的压力会更重。人是在帮助我们，帮助我的小孩子，让他们有更好的学习，然后就让他们学到更多。